消防人默哀一分钟。行政院应该要立即检讨的是，包括说近期让我们消防员非常辛苦的喷雾、垃圾、打扫的环境，应该要有跨部会的检讨机制。第二点，消防人力不足，这是全台湾的人民都知道的现实，消防人力不足。过去的5年3000人计划没有检讨离退的消防员人数，接下来的人力增补计划应该要纳入离退消防员人数一并的来检讨。那最后，我们认为这样的案件已经凸显全台湾的消防员都有这个高危险的职业风险的状况，所以我们认为，目前仅有双北市100%的危险加急加绳。应该要开放，让全台湾的消防员都可以去领，这样子才能够实际反映消防员这个职业的劳动价值。打扫火警这件事情，在消防队员来讲，一直是长时间的痛啊。每年的1月到4月啊，打扫火警是一直发生啊。那墓地的火警也是啊。那我会觉得说，既然每年数量都在一直增加，为什么不能跨部会的检讨这件事情？因为燃烧杂草火警不只跟消防人员有关系啊，跟环保有没有关系？大家说有没有关系？有。那要不要跨部会的检讨？有。好，我们这一个诉求，希望消防队跟环保局跟行政院要来想一想，到底要不要来做这件事情啊？只有用消防地勘，人力都已经这么吃紧了。那我们不用救灾，不用救护，不用做其他事情吗？每年清明节这段时间就搞这杂草火警，就已经把分队搞得人仰马翻了。那这样子，其他人不用有一些作为吗？消防员工作环境问题，首要就是人力不足。不过这问题不只是现场缺少人手打火这么简单而已。4785工时改革的今年，各地的消防队依然有大量违反工时法规的状况发生。除了工时超标、休息不足以外，我们消防员更面临身兼多种任务造成的风险。在我国法规里面，每台救护车需要配置7名的救护员，依据人口数还有消防车辆，再配置救灾人力。但是现状是，这些人力是可以被重复计算在同一位消防员身上的，更不用说这次殉职的安检队员。他只是去支援，因为人力非常不足，他本该只是从事非现场救灾的预防工作而已。而身兼多职对我们最大的伤害，就是压缩训练的时间和效果，还有训练后恢复的体力和精神。消防员的生命安全和民众的公共安全，就是这样子被多重任务带来的危险、带来的没有效率给牺牲掉了。这些状况在缺乏经费的偏乡县市危害更加剧。没有经费补足人力去充实，包括训练和人力的缺口，加上辖区灾害类型更极端，虽然案件量不比人口繁杂的市区，但是这些学长姐每一场的救灾才真的是拿命去赌，是我们盼望希望不久的将来这样的平安是长久而不是侥幸的。我跟大家报告过去，按照消防署的统计，民国110年发生了21684次火灾，111年14366次，112年1月2153次，这3年以及112年1月的火灾次数里面，第一名起火的原因都是因为燃烧杂草垃圾，因为燃烧杂草垃圾所产生的火灾。
这样子这么高的数据，行政院到底有没有认为这是一个我国灾害严重的问题？不只是环保机关哦，我们认为哦，农委会、林务局、经济部水利署、内政部民政司以及警政署都应该要成立一个跨部会的专案小组来检讨，为什么过去两年杂草火警这么频繁？过去和内政部在108年所提出的消防人力充实计划，它预计从108年到112年全面增补3000位消防人力，但是我们透过消防署的资料发现，这5年离职和退休的人数最少都有150人。那这样子离退人数的状况底下，造成了实际的人力增长根本没有达到3000名实际员额。那我们认为这样子的状况应该要被纳入检讨，并且作为下一个阶段人力增补计划的参考数据哈。行政院内政部告诉我们说，预计在今年112年达到所谓服务人口比1:1300，也就是一位消防员有1300位民众。这样子的服务人口比，虽然我们认为还是属于一个偏高，属于一个过劳，属于一个让民众缺乏公共安全的服务人口比，但是我们认为是缓慢的进步。可是我们实际检视到各县市的状况，发现说包括6都不止非直辖市也有这个超过1:1300，这是111年的数据。那行政院要不要告诉我们，如果现在1:1300都没有办法达标，那你下一个阶段的人力增补计划是不是该检讨？是不是该把集成调整？是不是该把员额调整？最后，目前的薪资制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只有双北市可以领到100%的危险加级加成。那另外呢，在桃高、台南、台中这4都，只能领到70%的危险加级加成。那如果你是非直辖市的其他县市消防员，你一毛都拿不到。那我们想问行政院的是，今天发生殉职的屏东县，2021年发生殉职的彰化县，甚至是台中市大雅，这些消防员难道不危险吗？大家认为我们消防员不危险吗？危险！请行政院的方参议来回复我们。大家好。那首先我要对屏东县消防局，我们消防弟兄在执行勤务时发生这个殉职的事件我们感到非常痛心，所以我们未来诚挚希望这类事件不要再发生了。希望的实际方案是什么？方才你刚才提到的这个诉求我们都听到了。那关于杂草火灾事件那针对这个案件我们会分析它的复杂性，还有它涉及跨部位的程度，那我们会请主管机关他去分析做成对行政院的建议。那今天主管机关内政部也有派代表请他来啊，请他来啊，请代表来，我们内政部的代表来，来，我们是双府的那一方，这个部分我们会带回去做研究，然后所以还没有检讨。现在是不是各地都已经发生杂草火警？大家是不是很累？累。我们杂草火警打都打不完了，对不对？累。火灾预防是我们，灾害抢救也是我们，对不对？我刚才已经跟大家报告了，这个案件有没有涉及到跨部位？像你讲的环保还有什么清洁机关这些事情？不只是这个案件，不只是这个案件，我们会进一步去分析。公布多久了？公布是消防队管的吗？我们是需要再厘清的。方参议，不只是这个案件，我们刚刚现场的消防员，我们这些人都是现职的消防员。跟你讲，现在不只是这个案件，我们要做的是根本性、制度性的检讨。我们要做的是，为什么这么常发生这么多的因为燃烧杂草、因为燃烧垃圾所发生的状况？我们没有在跟你讨论个案。请方参议告诉我们说，我们认为为什么要跨部会检讨，就是因为公墓是民政管的，就是因为跟水源有关，所以我们才要找经济部水利署。那为什么你不能告诉我们说，针对这个制度性的状况，而且不是今年1月，也不是今年2月的事情，110年、111年，早就是
哦，火灾成因之冠了，你们为什么不赶快跨部会来做检讨？好，我带回去哈、哦，交主管机关跟相关单位来研议。主管机关该成立跨部会专案小组，我们哈、哦、就会认为有必要该成立，我们就会成立。现在死人有没有必要了？死人了有没有必要？打死消防员了有没有必要？昨天的攻击啊，那就算了、啊。那我就啊、哦、这样做跟。他是我同学，知道吗？谢谢。我们快快快！哎，快快快！快过生了吗？不是，快过生了！哎，我死掉了！